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奥特曼的萝卜光轮的，我们上去看一下能不能拿下来。哇，哎，这边有点高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，哎，这边那个台阶可以过去。哦，这边也有两个奥特曼的。哇，这个是一个迪迦，复合型的迪迦，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是一个罗索，哎，紫色罗索，捡到了。我们再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哇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哎，这个是谁？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火焰战士，好像是火焰战士。我们从这个台阶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桶，哎，还有一个桶。哇，哎，这个桶里，哇，好多东西啊。这个是一个奥特胶囊，是一个贝利亚的奥特胶囊嘞，装起来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也是一个迪迦呀，它是一个超小迪迦，装起来。还有这边这个是，哇，这个是罗布，哎，是一个罗布奥特曼，它是一个金色的。哎，这边这个是一个武术中年的勋章，哎，是一个迪迦的勋章吧？哇，这个是迪迦呀，竟然是迪迦的勋章。这边这个，哎，是一包奥特曼卡片呢，是一个赛迦对战托雷基亚奥特曼啊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奥特曼的水晶，哎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是欧布吗？装起来，哇，把这三个奥特曼都装起来。我们从这个台阶这边，哎，哇，这边有两个奥特曼呢，有两个。看一下这个是谁？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艾斯奥特曼呢，这个应该是艾斯吧？啊，这边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杰德吗？哇，这个又是一个蓝色的杰德呀，蓝色的杰德。我还得装在桶里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这边在那里啊，这边，哇，这边还有这么多。哇，这个是一个加古拉呀，加古拉。哎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个银河奥特曼的银河。哎，这个是一个，哇，把他们都放在这个桶里。这个是一个黑暗的特利迦呀，哇，这个好新的黑暗特利迦。哎，这个是杰克呀，哇，这个好像是杰克队长。哎，这个也是特利迦呀，哇，放起来。看一下这个复合型的特利迦呀，它是一个紫色的，哇，很帅的。我们再，哇，找了满满一桶哎，我们再看，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三个。这个是一个，哎，这个没有见过呀，这个是奈欧斯吗？有点像嘞。哎，这个是风马，这个是一个蓝色的风马奥特曼。哇，把它都装在桶里。我们从这边上去吧。哎，哎，哇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个踩不稳的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超小的迪迦呀。哇，这个是一个超小迪迦，这个刚刚忘记拿了，我们把它放在桶里。哎，哇，竟然掉下来了。我们现在从这边上去，哇，哎，哇，哎，耶，这样终于上来了。我们从这边过去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哇，这个是一个三人包的奇迹版奥特曼卡片呢，这也是没有拆的，等一下我们拆一下。哇，这个罗布光轮在这里啊，罗布光轮这边是一个，哎，这个是一个罗索，一个奥特曼的魔方，哎，这个是一个罗索。这个是布鲁，哎，罗索布鲁兄弟，装起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罗布光轮，哎，这好像缺点东西。哇，我想到了，我先把这些东西拿下去，从这里下去。哇，找一个，哎，在这里，这里有阳光。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水晶安在这个里面。哎，水晶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把这个水晶安在这个罗布的光轮里面，看一看它会不会发光。哇，哎。太帅了吧！哇，按上之后就可以发出声音了。好，拿下来。哎哎哎呀！哇，这个不错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奥特曼卡片。哎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个火焰战士，刚刚我捡到一个火焰战士，在这里。哇，这个火焰战士，刚刚我捡到这个火焰战士。哎，这边呢会有什么好卡吗？哇，一个 SR 的银河耶 ，SR 的罗索。哎，罗索，我刚刚有没有捡到？哎，罗索在这里，刚刚又捡到一个罗索，这太帅了吧！